我们首先介绍这个双方选手队员啊，练才帮今天是在蓝方，然后这个大舌头帮是在紫方，舌头帮就是要拖后起啊。可是舌头帮现在状况是，都是蛮狠的，我觉得很难打啊。没有想换的意思哎，帮主。换啊，别这么懒啊，别让你们的组织第一场就崩啊。还有八秒哎，你快换啊，别啊。啊！崩了！哦，还好还好，哎，换了，还好。哎、欸，他们好强哦，最后一秒换。对啊，我以为他们不换哎，他们吓我吓到最后一秒。看，真的是也是很会玩弄实况组的。就这鞋子有机会当他哦！哇哇 ，nice！ 哇，漂亮啊！我们的 MOD 好挫啊！原来是 MOD 哦，对，他是 MOD。我想说，找个 MOD 管管他们，结果他是最送的那个。哎、欸，可这个兵线不好、啊，这兵线如果干死了 R， 那是 MOD， MOD， 魔死才是 MOD 啊，漂亮。MOD 是舌头帮派来的吧？他妈，这是间谍吧？哎、欸，真的是，哎、欸，他真的你台，哎、欸，他是不是每天都在看你台啊？这算是学的有够像的。我没有看过有人可以学实况组学的这么像，五分钟直接零二零啊！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他选的角色其实他有想过了。哦，就是他选的星级的，星级的这些角色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打法是什么？自杀流，就他现在就是打一个打一半的自杀流，就是他没有横过他。不对啊，你们自杀流不一样，因为你们自杀流是自己想自杀才自杀，他不是自己想自杀、啊，他是不想要死啊！哇，是他杀是不是？他杀的！哇哇哇哇！有点危险！哇，这有两个！哇，空气太融化了！这一波直接爆裂啊！哇，炸裂！哇，这时候看得出大师跟一般玩家的差别啊！刚刚小王也知道不能开，他直接拉掉了。但这个小龙一定是不能打，要等他们来打。对对，而且其实。他们只要假装自己在打，然后想办法开到前面的人，就还是有机会打。不过我觉得没办法，你们刚才要等维克特的大姐。对啊，就是要等。对 ，DC 的话，你们 AOE 伤害不够，打这波龙是找死啊。这个练才帮现在就是要灌前排。我觉得练才帮的抠不太给力啊。哇，这抠没有学好啊！这到底实况在看什么啊？没有，这个实况看的，这实况看的不错啊，乱学一通。我们再也没有摸死的 TPA 傻笑。太小啦，这么会酸哦？没有，你要说没有 MOS 加没有 WINS 的 TPA 啊 ？OK， MOS 打上路的 TPA， 学的不错，蛮、欸、像的。吉德虽然前面爆裂，可是会战感觉多少次？对啊，他这个会战蛮会打、欸。我们在演没有 WINS 的 TPA， OK， 两边都在演 TPA， 两边都在演，两边都在演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他这一次在嘴我吧？这波打这么好。GG 对吧？啊，好像被一波带走啦！练才帮，别放弃！哎，那你就不见嘞 ？Energy 的力，哇！恭喜结果成传说，练才帮拿下第一胜，耶！重回两年前小巨蛋 ，Nice！ 嘎、啊，爆啦！来来，我们这边要有一个摸死队队呼。练才帮 ，fight！ 没有，我们要大舌头 ，fight！